我到底该走哪条路啊？怎么办啊？我找不到家了，谁来帮帮我？嘟嘟，托马斯来了。哎，那不是大鱼吗？大鱼，你怎么了？托马斯，我迷路了，你能送我回家吗？大鱼，别哭了，快点上来吧，我送你回家。谢谢托马斯。嘟嘟，坐好了，大鱼，出发喽。嘟嘟，大鱼到家了。诶，朵朵也在家。大鱼，你上哪儿去了？我都着急死了，你怎么才来呀？对不起，朵朵，我迷路了，幸好遇见了托马斯，把我送回家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托马斯。快进家里坐坐吧。好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嘿嘿。托马斯，我去给你们做好吃的。谢谢朵朵。先准备点水果，苹果。柠檬。西柚。草莓，再准备一个小点心，奶油甜甜圈，再准备点菜，鱼，荷包蛋。西红柿，香菇。好了，大鱼，托马斯开饭啦！哇哦，好多好吃的。托马斯，你是我们的客人，也是我们要感谢的人，所以这些吃的是我为你一个人做的，你尽管吃，想吃什么就吃什么。朵朵，你太客气了，我们还是一起吃吧。好啊。小朋友们，有没有迷过路呢？好了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了，拜拜。